累很累啊，本来我们今天约的是中午就开始拍的，白嫖溜了，尾巴没在，尾巴还不会在呢，都是我的粉丝呗。早，晚上好不对，呀，晚上好。尾巴姐这那不可能，我们尾巴。我刚开了，开半天没有人进来，我就知道了，肯定是没有消息提醒，我重新开了一次。我不知道，晚上好，晚上好。哎，房间都没起。对。我就说肯定是没有提醒，因为半天一个人都没有，我就说肯定是没有提醒，然后我就重新开了一次，马上早上，那现在也不是早上。谢谢。空调开着呢，我说。我下播。晚上好，今天拍了个新年祝福，是你给自己拍的，你怎么不给我拍？是吧？我在11:30我就直播了。我觉得非常早。谢谢景英景贤妻的。我今天拍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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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我今天本来，我本来今天都等睡了，你知道，我本来想拍一套，因为他就在本来按理说，那个自拍馆就很近，我就说，我拿皇家文章那个裙子，我再拍一套算了。然后我约了晚上的快递。我约了5点到7点的快递，结果快递都来了，那个人都还没有拍完。就是我不，我觉得我今天是妆化的可好了。当然很美呀，你有多久没来看我？上课前，好可怜，还要上课。我的抖音评论，我可是睡觉。你凭什么睡觉？又拍什么？你是不是在看抖音直播？晚上好。然后我寄回去了已经。我现在就等着他送到人家手里，然后给我退押金。我是说，就是滚。晚，你先去上课了。好的，祝你上课快乐。我自己做的。等他是我的那个衣服，我买了好久了，买了快一年了。当时在广州就想穿，在广州的时候我就带过去了。在广州时候带过去了，然后我甚至为了配它，我还专门当时外卖了几个珍珠的那个发箍，但是后来没有穿，但最后没有穿，人穿完就退了。那你给我退钱，谢谢。那条裙子多少钱来着？我算一下，我记得是300-400吧，一条，给我退钱，谢谢。黄热水，不是，我想当时握手的时候穿来着，但是当天好像后来干嘛了，没，最后没穿，我可能好像嫌麻烦还是怎么着没穿，然后最后没有穿。我那天确实没过去，我谁蹦鞋啊？我照着别人的，人家就没蹦，不是我一个人没蹦。我去，那我去巡演，那不是一年都不一定有一次的事儿吗？那不得隆重？虽然最后还是没有隆重。袁志，谢谢歪歪的玫瑰花。可能我只碰过。晚安，你怎么睡那么早？碰过别人翻小了。其实我今天本来说我上去慢慢的等吧，我等。我越等越困，越等越困。我说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定要睡觉了。我再不睡，我要死了。然后就，我拿着手机，我就怕什么时候他告诉我，什么时候回一下翻牌，有空就回。因为我现在，我这几天真的很累。那你等我一天，不信。中分，我也觉得中分以后黄头发看起来挺好的。有刘海就感觉怪的。我什么时候眼睛都是绿绿的？我今天拍了5套。没有，是因为这两天有工作呢，没有工作我素颜。我拍了，框框拍了5套照片。我们三个把人家的那个卡都拍满了，卡都拍满了2张，然后他用第3张了，然后我们才拍完。那当然。就是我们再拍下去的话，可能那个卡就不够了。别赶，你需要我赶。不会的。
好笑。我们我们拍我们这流水线，你知道吗？我拍通常拍多少，就是有多的有少的，你觉得够了就够了，你觉得能选出那么多张来就行。好严，我在陈述事实。溜大眼睛，心里有时候会多拍一点，有时候就少拍一点，反正就我也不知道多少张，我一般不知道。晚上好。不知道，我们三个轮着拍，兰姐拍完 ，C 一拍 ，C 一拍完我拍，我拍完兰姐拍。我速度快，我是最快的，我是快的。对，她很快。然后我因为我我晚上好呀，我就会拍的慢一点。谢谢老婆朵的玫瑰花，谢谢你，就是因为我老想挑战不属于我的风格。就是摄影，但如果你让我拍甜美，我就会拍的很快。但是如果你让我拍别的，我就可能哎，我就可能需要多拍一会儿，因为我需要摸索一会儿，因为我不熟悉。哦，我昨天贴了一天双眼皮贴以后，我的双眼皮终于对称了，之前一直不对称。你确实一般，因为你看啊，你算偶像啊、追星啊什么的，你就是你不是说他摆在那就让你怎么一让你拍的，就是你不说他就是像我们还好啊，你要像去追星的话，你不可能人家站在那儿给你摆 pose 让你拍，所以你就只能连拍然后选。但如果拍写真的话，就是。其实拍写真的话，其实拍的也挺多的，只是没有那么连拍。对啊，就是。然后就是他摆，然后你拍。然后那个还拍了旗袍也很适合，过年的都拍了。初大年初一的。那他立正。十五的。那你去命令你推立正再给你拍。一个人。谢谢 Queen 的巧克力。独自上火，一个人偷看猪猪直播。但是具体到底是调特别高。对，就是像追星这一类的，我就是反正我之前确实就是见到不管是不是，只要他有点像，我就先哐哐连拍一堆。一整天都是拍照。可以立正，我不可以。我天生烦。拿嘴巴呀！没有人，就是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我可能本来自己也想干，可是如果你让我干，我就不想干。也发呀，就看粉丝哪里爱我，没人爱我。我这个人。没人爱我吗？我这个人。这衣服呢？你说这个吗？五斤有四斤都是反骨，很明。懂了，之前没有入坑喽。你送我一个月来发帖，我晚上我等会儿。晚上好，谢谢大喜的玫瑰花呀。哼，这个衣服是黄颜色的，我从他那儿偷的。他不穿了，他穿过一次的衣服我都给他拿了。哦，我觉得自拍馆的就是他那个券。他那个什么被你带跑了，他那个地方就是小，他比较局限。我还重新又拍了爱丽丝。不穿了，不给我。再拍也不行了，我头发开始塌了，我头发本来蓬蓬的，现在开始塌了。衣服就是挺好看，眼睛睁不开。那也不止两次。那其实不止两次。你发现拍视频上截图啊、哦，确实也有。因为我一般我也是拍视频，姐问我今天发不发照片，我说不发，太困了不发，等我闲下来再发。我现在都在思考明天要不要起来上课这个事情。太困，嘴巴。哇，我去那个自拍馆，你知道吗？他的口红色号居然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我太开心了，我就是难得遇到就是跟我用一个色号。一模一样，我看到那个包装的时候，我就说，哎，然后我再看颜色也一模一样，我说天哪，太好了。但是这个也好，巧了，不让个法。不，那个课不是我们要上的，只是说你愿意上就去上。那个课不，那个课是新人的课。我已经跟着新人上了很多课。我当时是新人的时候我上课，然后十一期我还又跟着上课，当时就两个新人，十一期就两人，就俩。然后就全在喜欢，我在框框点赞，我说哎，这个帽子好大，对，是的，是他，对，就是新人的课。然后我十一期的时候，我又跟着他们上课。然后当时是这样的，当时就是我郭海莹、王思义，然后还有他们两个新人上课。
是这样的，然后郭晓莹她生理期她来不了，她请假。王思怡上课喝了一口奶茶，喝了一口奶茶在那嚼珍珠，然后老师以为她吃东西把她骂出去了，她说你回去不用上。然后所以那一节课就只剩下了两个新生和我在那上课，我真的很尴尬。我当时你最好是真的死啊，是什么死在我直播间。我煮了排骨汤但是还没好，然后刚刚吃了王思怡，没有，其实也没有说最喜欢，只是会比较喜欢。但是其实他们另外几个我也挺喜欢的，而且有个他妹妹人，他很好，就是当时我们那人不都阳了吗？他还给我送那个炖梨，他人真的很好。早上我当时真的早上我也嚼珍珠，我的 I'm crying， 我真的被他扒了很多次了。那节课我又被他就是跟新生一起又教了一次，你都喜欢，我也都喜欢。对，他嚼珍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道，我也不知道。剩下几个不知道，我一开始以为他们这批会一起出道一大堆呢，结果我只出道俩。然后我说到哪来着？被你们一嚼给忘了。哦，对，然后当时我那个 I'm crying。我就一直被他，我真的被他揪着上了好多节课的 I'm crying。 然后最后你知道吗，最后那节课我实在受不了了，他明明是新人的课他老来揪我，然后我受不了了，我说这里我一直都是对的，是跟我一排的那三个人都错了，真的，我说这个手就是先往上，然后他把三个人都叫下来了，然后当时李思奥，当时李思奥在洗澡，被老师上叫过来上课，不知道要不要杀人。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只有我一个人跟着新生上课，他还让我唱，他还让我边唱边那个，是人家新人都不唱，他非得让我唱。我唱歌本来就很难听，那他还让我唱，他让我在人家面前唱。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这里李少他们那我们那一排全都是错的，他们拍子全都不对。然后老师说那把他们叫过来，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叫过来了。没有，他洗澡，后来他冲完了，然后他我头发都还在滴着水的就过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有一节课，就是他是学什么？他是学垫脚走路、侧手翻什么什么的。我已经学了第三次了。我抖音也是王思怡拍，就是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我已经学了三次了。这剪是我剪的，我让他给我拍的，我自己剪。我不会啊，我没学会，上了三次课都没有学会。这就这些，那你学呀。嗨，需要有人找你。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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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转到自己拍，他知道我喜欢拍哪里。我胆子大，但是我撑不上，我手上没力气，我手上力气不够，吃饱了。我在等兰姐的汤。白天那会儿早上呢，早上别人给我打电话，接起电话就完事了。我点了奶茶，我在等外卖呢。那也不是晚上呀，别人都疯了，别人说你在干什么？你想。不，我点的茶百道，他跟我说，他问我小料加在哪个里边。茶百道，我点水果茶，拿下九公主。我今天本来看到一件特别特别 Barbie 的衣服，但是我穿上不太好看，然后它有点太大了。喝得起茶百道了，因为我发现啊，茶百道它的水果茶22块钱好像也还行，而且挺大挺大一杯，我觉得很值。我昨天喝了一次，我觉得太值了，然后我刚刚就又点了一杯。你不可能
开灯的话，那不是很但是这个直播变成妆容真的，我现在最近真的很喜欢挑战一些就是不适合我自己的风格。我之前，但是这样的话，我一般都会以失败告终。所以我意识到了，我还是适合拍甜美，果茶喜欢喝果茶，奶茶也喜欢，我喜欢喝茉莉奶绿，但是也喜欢喝那个喜欢喝那个红果小姐姐那个火龙果的那个，它这个快速果茶就是你没有开瘦脸，它好像开瘦脸一对，你再开瘦脸，我给你把瘦脸拿开，美团有呀。我不做瓜，我也可以做瓜。我跟你说，我只要短头发。素脸打开就是这样。哎，现在开始不像。那我换个发型。可以换一些吗？我可以做。应该不可以吧？我去找一个。他在这里开始都是。我去找一个人都很矮的地方去做瓜。我没有啊，我只是把瘦脸打开，我就把瘦脸关掉。但是每次一开瘦脸，然后一关，我可以。自己就其实还好。我可以当瓜，我可以。没有吧？很夸张了，所以。那我是南方人，那北肯定北方人长得会高一点嘛。嗯，有人中分皮发，对。盗版的 Coco， 想喝红果小姐姐。脑门脑大，因为我屁嘞。会啊，但是美颜开了更丑了，背脸一块，超级可以。我觉得我的脸吧，就是这个脸上就是好像多一坨肉也不行，少一坨肉也不行。你知道我那天就是我改歌词嘛，他这个歌词说像哪个过不了时，然后就是哪个希望有时就像恶魔的眼睛，我说希望有时就像天使的眼睛。他这个词是在黑夜慢慢腐蚀你的身体，那个慢慢哪个？别逃避，那个是哪个？我懂了，你们都是那个。对，我就觉得这个痣，然后披头发就会。但是哎，我变鸡，有没有一种可能，就你本来我这周挑战条形码，我再战条形码，对吧？晚上好。我可以，我这周末要再战条形码。我可以，我确实要把那个。谁为我作证？你都不敢看，为什么？我看，我每次看条形码，哎。对呀。谢谢你的荧光。谁在唱？兰姐。因为就是过不了审，你可能是看了我的封面，然后点进来的。我每次看条形码，我。你在我的小山。你是盯着头。啊！为什么你不敢看嘛？肯定对眼睛。哎呦。好看吗？对。你知道吗？真的，他我当时在看考核的时候，他拿小皮鞭儿。我没跳过的，确实。他跟我抛媚眼，我当时。这个歌，我当时一瞬间我就懂，正能量那种感觉了。你喜欢我才跳，我一下子我就懂了。见不到你也别了，不知道。挺好的呀。上海应该可以吧？不会。北京才能。哇哦！一雪前耻。你来北京来问我，我在北京等你。低头，哎，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想被我踩？你倒是来踩我！提到就很好笑。兰姐对视，我你真的，你跟他对视，你真的不敢看，就不敢，就不方便。他没事，我咳嗽了。不，谁把谁吃的，这不好说。我跟你说，你们不要低，就是那种。很懂你，哇！我太懂了，我每次，我最喜欢看这种了，我最喜欢看了，我哎，嗯，你看，
我可以。那你的时间呢？哥哥应该不会，因为他比较的那什么啊，谈什么呀？逃了。啊，不敢看，为什么？哇，我第一次我当时还没出道，他们就是我们不是去跟着排过一次吗？当时他们排首演的时候，我当时就坐在台下，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去一下而已，只是去看一下试一下而已，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今天好美，我也觉得今天好美，我今天在那拍了，我都觉得我都开心死了。等你到北京，想唱那个你的眼睛呆。他真的有点呆，他有点像那个大龄人，你会觉得像一个像大龄人。今天好美，那不然呢？那是每天都美吗？哇！我当时第一次去看，我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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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多想嗯。照片哪有明明一模一样，而且那个这是变态吗？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爱了爱了，我只是有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心理而已。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点在，当然就是别人哎，我也觉得白衬衫好看，取决于别人的审美是什么样子。我也觉得白衬衫好看，以后会永远支持我的。你但我没有白衬衫，你真的是你。我们见第一面你就这样子。为我许下承诺吗？偶像包袱，哦，偶像包袱很重的，偶像包袱很重啊。我是不会。下周不在，我去 B B B。谢谢直一米系的秋天奶茶呀，好处只能喝好多漂亮姐。今天，我去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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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生日，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今天不是周一。进团，哦哦哦哦哦！加油！我肯，我为什么会有？我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帮你带什么呀？没关系，我会出手，我会发好多好多照片。我过年，我现在已经有。我目前拿到手上的已经有两套了，我出了，我骗你们就给吗？我现在我直播那么久，88个鸡腿，我骗你们给吗？我们这里有握手吗？应该有吧，肯定有的吧。还有过年卸载口袋，你最好是真的卸载，我告诉你，又不是月底才冲是吧？谢李正月的趴。你刚放假，我也快放假，我再上一个星期我就放假了。我今天还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吃油炸排骨，我要吃那个牛肠。我瞎说的。配那个醋可好吃，工资已经还，我工资还了钱以后就已经没有了。我已经开始点单了。我已经点了，我已经点好。哇，我那个自拍馆它是自助的那种，就没有人的那种，特别好。然后他那个头绳质量可好了，比我们公司的质量好多了，可以真的握手了吗？我不知道，不知道。有人要去广州上海，谁呀？我以为你被我骗的。来的时候300块，回去的时候300块钱，一分不花，一分不赚。握了没？嗯，确实，你握了 staff 也不会阻止你。滚，说的像是你来了一样，好意思吗你？对啊，你可以主动给粉丝伸手吗？我给你们看我的手势，我的手是变异的手，你看这一片一片的，你跟我握手就会被传染。
你来了，你来，你来，你去找着谁？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还好意思说你来？不对，不是，他是那个，是狮子。哼，你不去？发现，那他就找别人吧，我一定不会给他发现。我一定不会给他发现，可以找我写作业，你敢让我写我就给你写。请感染猪猪毒猪，我感染的是猪猪，我这确实感染的是猪猪，我吃的可多了，我吃的胖多，我手挺暖和的，我手特别暖和。红绒猪，红绒，我确实都得的是猪猪。我昨天嘛，要提早准备。昨天有点冷，前几天是热。我就是你知道吗？刚公演完的时候，就是击掌的时候，你要是拍击掌击到那种特别凉的手，就会很快乐，因为你当时真的很热。看门口那票好倒霉，为什么？哦，太冷了，那个风嗖嗖的。主要是我那天我都没有跟哥哥坐。哈哈哈哈哈。那你下次试试握手的时候。对，那会儿用我那个位置真的很冷，我那个位置风嗖嗖嗖。谢 HG 的荧光海呀，双眼皮今天没贴，我昨天贴了这一只，因为我昨天的眼皮不，它不支冷，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这个两边眼皮不对称，我这样 C 给我贴了一个，后来贴了一天以后，给它掰回来了，给它纠正回来了，所以今天没贴。一周想吃什么暖宝宝，那应该会有人买的，我觉得穿短袖。那你这样，那个北辰，你去买暖宝宝，然后指引米西，你去买他的暖宝宝。别太冷，一只手握一只手，你见不见？不可以，因为一般跟你们握手的时候，我要握着哥哥的手，不可以。乐，不让进去，在外面吧，不让。为什么不让进啊？哦，那一次我知道了，就是我哈欠连天的那一次，我也不懂为什么不让进，很奇怪。谢谢千声万响的两个一个棒，两只手啊，好听吧？我也觉得好听。想象成跟倒也不必，有券才能进。谢谢昭昭呀，长高玫瑰花。跟奶茶一起十点送，我每次就是去的时候，我就在出发的时候，我就在车上点一杯冰美式，然后到的时候就拿。但是我不一定每个都会尝。你键盘图是什么？让我看看，给我看看。我还没见过那天的反图，我在想我见不到，可能是因为我全身都是。我觉得那天没有反图，可能没有，可能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就是。那天穿红色的第二天二号，对，我每天都很困，我不知道什么，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也没有很困了，而且真的拍不到冷餐什么的。你要早说，我不知道哎。哇，周六冷晨有我吗？不知道。不是发了呀？发了吗？没有啊。可能我还没看。哦，对，二号那天握手会。不蹭，我有点想蹭，有点。困，还被门口挡。对呀、啊，你看，哎，睡觉长个儿。我睡了那么多觉，也没见我长个儿哎。新春公演，我没有新春公演。再说早，为什么说早？我真的是哈欠连天，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哈，有时候其实我不困，但是我会，我就会很想打哈欠。我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困，其实有时候不困，但是我哈欠一打我停不下来。我现在一想到我还有一周我就放假，我就很开心。我看着我的脸长得像不会唱歌的样子吗？不了解了解了吗？我约了明天把星星送去洗澡，把星星送去洗澡，我已经给他俩找好了归宿，他俩分别跟两个人回家。你给我们演吧，我梗了。那个小莹，李四要带墩墩，郭海英带星星，然后星星我明天把他丢去洗澡，这样的话就不会过敏了。我要丢去洗澡，但他疫苗没打完，我打算找个时间赶紧把他第二针也打。你这样住在我，那你住吧。他们怎么会去？他们家近，他们家离得近。看起来，那至少他不是真的脏。等一下，多快乐！没事，我假装没看到，我假装没看到。他看起来脏，但他其实不脏。墩墩，哇，墩墩，墩墩真的是那种没见过啥，没见过啥，在说啥？真的没，你都没见过吧？你过年去相，你已经到相亲的年龄了吗？现在妆，也不是，其实主要是口红比较浓，你知道吗？就是口红浓，你们就会觉得很浓，但其实不浓。就是上次我遇到，就是，人家只是没有涂口红，然后我听到他说，是不是太累了呀？感觉气色有点差。我当时看了一眼，我说这不就没涂口红吗？直男，老上头了，什么呀？香烟。你就不要想试试啊！我又不用结婚，你长得比我老，你被针对了，你的要求太高了，很不容易的，看出来不容易了。你看我白嫖的个白嫖的毛，我毯子。谢谢，路人风暴，蹦迪。沉醉的云气。我白嫖的毯，卫衣好看，这个卫衣只要10块钱，我记得。我前几年买，好多单推关注你，为什么？这周边超了，这个毯子真的很好看，好看而且很厚，它这个毯子。我当时看到它出，我说，我是小学生送我，然后他不送，然后我说你还没有送我生日礼物，他说好吧，那给你买一条。但是最后是他应援会送的，涨了5个分。还有真的，那下班照片，人家的下班照片，我的下班照片，没送，没有啊，他送给二，然后二给了我一个。你说你有9000多粉丝呢，你怎么嫉妒人家涨5个粉呢？可是你有9000多粉丝，你不能羡慕人家涨5个粉，毕竟你的粉丝是人家的好多倍。我能帮你破万，那你等我发达吧。等我发达的那一天，羡慕粉丝，真好听。你看，这就是在一个唱歌好听的人旁边。能切，你去让人家切呀、啊，你去给人家切。
什么的车跟我说去。对呀、啊，比我俩的粉丝加起来，我俩粉丝加起来都没有你多，你不能羡慕人家涨五个粉。李振宇，我后来去听了，我去别人的 focus 里面听了我的喜欢你，确实破音了你。现在给你，我不要搞这些虚假的东西，我们要玩的真实一点。挂嗨，我也想问哥，怎么你挂嗨能挂嗨了？拍照片的呀，我一个月可能是跟拍照片只能选一样，我这个月就是拍了。你才几百粉丝？前一段时间拍了2000，我有3000粉丝。拍照片还没给人钱呢。我有3000彩虹糖。奇怪。嗯，确实啊，我那东西我可没买过，我那数据要是有人买，那他花这个钱花的也太亏了吧？那都买出没买出什么效果来？我加一局的话，你会送我礼物吗？出手。晚上好。对呀、啊，我现在我不能就是。哦，我跟你们说，过年发红包会涨粉很多，但是就不懂了。是。但是我觉得都是那种粉。上次录了一个歌还没发呢，不是我歌出来了。屁嘞！我的 PV 我还拍了一个 PV， 给我买10万粉丝，你给我买10万粉丝，你还不如给我投点什么，投点什么 MVP， 投点什么鸡腿。PV 拍好了还没发，我还有。你给我买10万粉丝，你还不如整点别的。PV 还没有发呢，还有两个 PV 没发呢，3个 PV。哦，收到，都好了抢，试试老粉抢。那万一有人就是刚看到那种，我觉得我可以发两个，没有意思。对啊、你看我3个 PV 没发，这个月拍了2个 PV， 多少钱？没关系，谢谢你。还没有给人呢。然后今天拍了5-6张照片，还没给人呢。然后录的歌也有没有钱呢？无所谓，我会出手，我会在明年生日公演上演好多首歌，然后他扣钱，我自己给自己买 MVP。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不辛苦，辛苦的是我没有钱。我不知道怎么去，就是你下想啊，我自己罚款，我给自己买 MVP。我的花呗还欠了很多。没打算给我补鸡腿，那我就破防退团。我的偶像生涯至此结束。忘头了，过去什么？也帮帮我，晚上好。动物，看来只有李哥和你过期了的没有人。投给我，没有投给我。我倒是很希望你们中彩票呀。期待着别人可以。不啊，我的合约挂在48呢，我哪儿去不了。30岁前没有人能见到我。我要能去变，哎，你看我跟丫丫超爱吃牛肉面，现在才关注我，被我逮到了。上好。31岁，人家超龄了都，小孩都能打酱油了。我也是小孩，确实小孩。点名批评小号，为什么不关注我？小号就不关注了吗？你不能因为是小号你就不关注我？不可，不可以，我不。当然，没有钱怎么当？我不，因为有点冷。因为冷。没有钱你怎么唱歌呢？没有钱你怎么就是去？我想好，我倒是天天都在等。没有钱你怎么就是去支撑呢？我只是很久没有转我的每天的幸运词了。不行的。好想放假，看看大好。都在这提前到偶像。对，今天拍完照又没钱。不是一个好，确实不是一个好。谢。猪猪的亲切奶茶，幸运随他骂人，那不挺好的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逛一天，晚安晚安，我懂，因为我今天我也准备开眼，我至少看到是男孩女孩了吗？刚跟你打招呼了，他刚跟你打了个招呼，男孩女孩。订房关注了，谁订房你们？哼，茶水表是另外的价格。昨天晚上，
昨天晚饭吃了什么？昨天吃了火锅。我觉得年轻就应该把美貌留住，也算是一种就是心理安慰。六点多想睡，那你还不睡？你现在还能睡六个小时？我天天吧，至少我骂的是人，好吧？我当然要找个理由，就是说服自己啊，不然我。欠了钱。猪猪现在是金发哎。看你有没有能不能提起让我查水表的兴趣。像有些人他不是我的粉丝，但我觉得他微博就是，那每天的戏挺多，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我就会去看。但是有些人，我会看有意思的人的微博，他可能不犯我，但是我会觉得他有意思。我会觉得他有意思，然后我就会看。妈的，一个月工资就是。如果反正如果你戏特别多的话，我就会多去，我就会多去看几眼。我喜欢看戏多的那种人，我觉得每天看就很有意思。哦，确实，我平时之前上学我不喜欢被同学发现，我从来不看。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就是那些就是戏比较多的人我就会去看。你我偶尔还是会点去看一看，闲着没事有时候会看，但是不多，因为我基本不登大号，你知道吗？我很少登大号，但是我会尽量保持每天登一次。我会努力保持每天登一次的频率，因为这样的话不会错过消息。我一般不怎么登大号，登了我也不看，给自己加戏，谁管你？为啥好事？我特别喜欢看。就不会被熟人发现。更没有粉丝了，我觉得你不应。你发好友圈？凭什么？别人去不让我看是吧？拍东西你不去拍，别人去录歌为什么你不去录？谁偷看你好友圈？很难受的。谁？我那天在他发病室发好友圈。别人的粉丝给他了，就是给我看看，给我看看。第一时间搬回去，你倒是真搬啊。微博的时候，对对，我那天是我找反图呢，人家我说我头发是黄色，然后我就去找图，结果找了以后，然后我就在那找图呢，边找边练舞呢，不知道怎么点到了，然后他给我发私信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活呀，因为就是发病的发超话，你没有钱去弄这些东西。你就更没有粉丝了。让我去当小主持人，我随时把他禁言。说不定还会有一点。确实。就是、我觉得我黄发挺好的。去弄的话，你一直都会。我这个人的优点就是特别不听别人说。越说我只要自己觉得好看就行。就是有钱的偶像，他可以去拍很多东西，去给粉丝去回馈，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去看。什么时候发言？什么事呢？还会被人骂不营业，你见不见？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这种的，就是去贷款。对啊，我也觉得很好看，我也觉得真好看。为什么谢谢梦慧？我这个人就是你知道吗？我特别不听劝，我只要自己觉得好看，我就会很开心。我自己觉得好看就开心。我不要别人觉得和别人觉得怎么样，我自己觉得好看，我就很开心，我就开心。别人说不好看，哦，谁管你？哦，谁？哦，对啊，你又不给我打钱，我为什么要理你？我主观是强，谁管你？我主观是强，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呀。假如我有一个亿，我先把它存起来，这样我就能实现财富自由了。你随便说是指的哪种随便说？你随便说我也不会听啊。叛逆。谁管你？你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你想每个月有3万块。我一开始那个造型真的不好看，我们那一圈人都觉得不好看。我当时进去，自己眉头都皱起来了，我天哪！他说，还挺。快去呀！有人讨论是好事儿，选择性听不到，我都不选择性听不到，我就故意，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跟我要听是两回事儿。都没说不好看。对呀、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可好看。我在拍。我就说了，我想把我的美丽留住。你们这一圈就挺好。我一开始那头发不好看，那个我自己觉得不好看。有道理的话，对，就是看你的道理能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给我说明白了，就是你把道理摆在我面前，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就会听。但是如果你说的东西我觉得不合理，我就不听。我这个人特别的有想有自己的。那什么有点叛逆，但是如果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列给我，你让我觉得有道理，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听。你得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听人劝是吃饱饭。谢谢你这个 ID 怎么读啊？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 M E S T O K U Z Z 的高级马卡龙，祝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就是一身反骨。随便说，你说了我不听。我觉得排骨汤好香、啊。风扇歌，哈哈哈，风扇歌为什么？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你一提风扇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了，风扇歌，我知道了，我现在。哈哈，很哦，太美，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得拍麦斯头裤，是这个样子，麦斯，不管，它就叫风扇，风扇哥，裤子哥，为什么叫裤子哥？那就会越来越火呀，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然后别人来就是谢谢看的一个嘛，然后别人是突然觉得你很，我的奶茶为什么还不到？我渴死了，然后就来喜欢你，想来了解你。聊了解你之后，发现你什么都没有，那我怎么去了解你呢？谢谢有志的奶茶。你知道吗？你的问题不在于你说太美，你是在你的问题在于你说太美被我看到。哎，不要给你发抖音了吗？为什么？有时间的。每天让你体验一下上朝的感觉多好。我是很穷。你的问题是在于被我看到。你想就是拍一个东西，然后真的就是会让很多人知道。我昨天刷了一个抖音，就她男朋友在洗脸，她说你在洗屁股吗？她说我这是，她这不是洗屁股，她说她去给邻居洗屁股。我现在拍了很多好看的，特别好笑那个抖音，你咋没看到？我看到，你冲浪冲的没有我快，屁股脸。那刚好就是到了那个。以后屏蔽我，你知道我是谁？你屏蔽我，啥意思？哎，就是，哎，总之那个抖音很好笑。等我，我现在没拿手机，有啥好贴？香死了，馋死我了，太香了。我现在已经没有比前，我奶茶到了，你知道吗？我上一年来点乐，我一直播都是三个小时，没啥好玩的最近。哎，我也想说呢，你们能不能就是不要每天在那个里面发那么多无聊的东西，你们发点有意思的。我都看的我没兴趣了。大部分人不熟，因为我对我有个姐姐没钱。不是火龙果，今天我点的是水果茶。我们今天还在说呢，就是说直播时长这个事情，然后我说以前就是一直直播，是因为我直播确实是。怎么没有人骂我呀？谁骂我呀？我会觉得没有人喜欢我，别太成员，然后就会一直播。谢谢。谁带成员骂你？暴风日落的，我是这种人吗？啊，好多巧克力，谢谢你，爱你。就是早安，早安，喵午安，喵午。哎，麦麦。没有想过要蹭热度吗？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以前的想法跟啊，为什么不一样？就是会有怨气。我觉得他的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就很积极。为什么会减？我今天就是直播了，我没有任何的，就是获得，就是一方面是收入，一方面是粉丝，也没有人喜欢，也没有人喜欢。嘿嘿嘿，这毯子真的很好看，他这个毯子确实好看。嗨，这是垃圾，我是一个垃圾。哦，那骂的好。成长嘛，就是连吸粉都吸不到，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就是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的思想有问题，又会觉得我很没有带着人吧，我下去肯定会有人看见我，肯定会有人就是倒了没染，肯定会有人就是看到我，我漂了，我染过了，染了蓝色以后它掉成绿色特别丑，所以我就漂回来了，一直一直我就搞回来了，直到坚持到自己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好像其实我主要是眉毛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眉毛我没有漂成型，我没有漂，没有一点用，然后我就看假发，然后我就现在也没有把假发片，我会觉得一半真一半假的，我会觉得我干嘛呢，为什么呢，我为了什么，我这就怀疑，我现在已经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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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就不见了，很多人看到我了，然后呢，然后呢，我最喜欢你在这漫长的夜里，或许就是我的思念被雨淋，而你会在哪里，就是就是、就对我来说是一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守恒定律一样，没有一点的，懂了吗，就是你还可以暗戳戳的伸出你的第三个手指，这个我不知道。而你说我给你唱喜欢你，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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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你伸出你的第三个手指，不知道。文天呗。被骂，我觉得被骂也挺好的，起码就是别人还就是愿意骂你。属 K 的，属 K 喵的。你们凭什么在这里直播？我这是谁的面？你知道吗？我的呀。你为什么要把你的面罩放到我的化妆包里？我没有放进去啊！你放进去，我刚把它拿下来了。我没有放进去啊，我就放在了那个上面。我刚刚是在这儿的，这盖的。没有放在上面啊。我不想跟你说。你现在用的还是我的直播架？我查监控，我查监控，我这里。那你现在用的还是我的直播架？我现在在放什么？我这里那天跳公演被那个麦克风痛击。凭什么用我的这个坛？我为什么能用坛子？拿来不是拿来用？凭什么？怎么你要把那个也送来给我用？对啊，起码别人知道。谢谢，谢谢李小燕的拍照，哎呦！等我想想啊，你要把人捏，让他们看见啊！我受伤了，哎、怎么？干嘛？我受伤了？你咋了？我现在就是很暴躁，我脾气很大，我现在。也没有视频，我现在台上被痛击。对，我气死了。你不想喝白酒汤吗？这么香。我闻着很香，但是我想回去上卫生间。那个你不需要卡。那可逼太多次，我的所有 CP 都每天在逼。有多可爱？这后背怎么回事？你可能不知道他的风格。我们这里有一种偶像叫。麦克风发疯，确实打的也是真的痛，我那天那肉都削掉了一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的。我真没洗头，我昨天没昨天的头留到今天没洗呢。我今天去录东西，我说我穿着睡衣下去了，他不让我穿睡衣，然后我们录的时候呢，他非得让我回去换了。换了以后他要说，他跟我说我们讲究一个自然，我们想要自然的效果，我说那我穿睡衣不是更自然，在北吧也没有能捡到，那捡不到很少，因为除了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才能需要就是也是需要钱的。我今天早上还没有睫毛用，来不及粘睫毛，我想用磁吸睫毛，我以后不拍。然后李少没睡醒的，他不跟我一批拍，但是后来他醒的刚好是时候，在准备拍的时候他出现了，他醒了，然后他把我把磁吸睫毛送下来了。哎呀方便你知道吗，就是你回去你就能躺下睡觉，没有永远冲着的。在这里也挺冷的。你不行，下次来我面前扫。你好。我们雷丝姐姐。我的生日公演也没有人看。脸都变了。我说雷丝姐姐，雷丝姐姐，
拜拜。味儿能扫出，不一定扫不出来，我自己都扫不出我自己。Little Toad， 拍还是该拍的。我这个月拍了很多。那你赶紧收拾你的那个头。今天晚上直播要是能收到20000鸡腿的话，我马上去收拾。你给我送吧。我都没有时间收拾啊。你什么？你只要扫的是个东西，他只要扫得出来，他只要扫得出来，他就能那什么，他能那什么，差多少？你问我吗？我这个月才20000鸡腿。我也激动我呀，我也激动。拍了很多，我微博你肯定没有看。那赚不够就不一直不下播了，你赞助个巧克力，出手吧。我真的很缺这个巧克力。谢你上，我看到 Pion 这个 ID， 我第一个反应是 Rap。谢谢 Pion 的荧光海，谢谢瞬间的荧光海呀、啊，谢谢你们的不对 ，Pion 是荧光棒，谢谢瞬间的荧光海。谢谢 TOS 的一个荧光棒，一个荧光棒，然后还有什么？谢谢蓝幕天使荧光海，我给你挡住哥哥，走，拜拜。啊，我们没有。他今天欢迎你，怎么你不喜欢被欢迎？有啊，所以就期待哪一个月工资高就给他都还了。我本来想着就是可能会有个双倍鸡腿，然后如果就是粉丝能努力的话，如果有500000的话就还完了，但是。谢谢风扇的，怎么可能？谢谢风扇的一个 big 权杖，我跟巴拉能量，巴拉能量，呜卡拉卡，我全身变。谢谢你的权杖，谢谢你，爱你哦。你人真好，谢谢你的魔法棒，我直接我就爱的魔法怎么唱来着？我会这么穷吗？不会唱。谢谢你，祝你。契机又是什么？什么是契机？祝你，也能喝好车的什么茶。我好快乐，我一下子鸡腿就到4000了。就比如今年，嘴巴火了在哪儿？谢谢猫养的就是这朵玫瑰花，爱你哦。两小时的消息，谢谢。说的运气是吧？你知道，你说过就不说了，我不想听你说，你就说疯狂。好甜呀、啊！大家今天突然一下，谢谢漂亮的大扑棱蛾子，谢谢，祝你这两天就是可以状态回来，好好学习，祝你。要放假了。祝你马上也能放假。那把牌放回来给我选择，等我睡够，我太困了。我这天一点力气都没有，我每天对着在躺在床上对着那个手机，我就两万鸡腿是一定要发现，用一个荧光棒骗了一个大扑棱蛾，不，一个荧他送了一个荧光棒，结果被我骗了一个大扑棱蛾子。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只是就是。哎呀，这个弹幕怎么往上跳呢？或者说为了就是去巴结到一个人而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你追到女同学，怎么他在追女同学？我觉得你说的这样是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回报。他在追高中女同学吗？所以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谢橙子的棒，谢骗的好。你怎么隐瞒了猪猪？不觉得这是。谢谢暴风做的52个秋天来杀，哎呦，可能范范还没回。我今天的榜一，我非常的爱你。不，我跟你们说，我虽然没有回翻牌，你说的一点点，但我会看。你已经很厉害了。谢谢说唱，谢谢皮尔的帅。但我看，我只是还没有回而已。我都大概知道有些什么翻牌、啊，我只是已读还没有回。两个小熊猫，
所以我知道那天是谁撤回了两条翻牌，但他现在不在直播间， 我不想点名骂他。我虽然没有 CP， 我也有，我最佳拍档我有 CP， 我虽然没有就是。我看了，我需要多长时间？我看一，我把所有翻牌看一遍都只需要几分钟。我回我需要很久很久很久，到你没有撤回。封间是吧？我虽然没有 CP， 我跟你说，但是我真的拳头硬了，我跟你说。很好，很质量很高的一个单身女性，我现在就差一个。我就暗示一下，才看看她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被我发现撤回翻牌，我知道是谁撤回翻牌。你睡那么长时间吗？因为我是按顺序发，我是按顺序回的。我要从我不会，我很少会让人插队的，除了橙子那天插了个队，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在我这儿。我说我的表面是哥哥呀。他那天他说他在我这儿存点鸡腿，他存了927个鸡腿。我遇到就比我稍微好一点的人，我不敢说话，我只会敢跟比我更所以我就回的人说话。我只敢就是这样，也不必回个问号。现在尤其 PPL 是吗？我一般，我一般回翻牌，我是按顺序回的。我是按顺序回的，我是，从最早的开始回。我真的我不。我一般不会跳着回。短期有粉丝就不错啊！我有没有粉丝呢？有没有人爱我呢？发个乐。每天我都会问有人爱我吗？佳佳。那你要那个价要是加到了，我怕你撤回的地步了，我当然会。我觉得我是。现在可以取吗？存进来了，拿不走。他其实，为啥给人家车会？那你没有给我加？你现在给我加鸡腿，我一定给你回，我马上给你回。你也觉得我是对吧？我也觉得我是180大帅哥。对，蹭个大的。因为我怕他撤回，我不愿意蹭，所以我就要马上回。我就是别人成绩。聊工作，我一般看见我就会回。跟别人就是都交流，你看我从来不去，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别人房间说过话。一般聊工作，我就会看，我就会看见我就会。我怕蹭到别人。我真的是很害怕，我觉得就是叫做人发个500件，你好会啊，比我会翻牌。我跟你说500鸡腿的翻牌不会留到第二天，除非他是视频翻牌，我没化妆，不然他不会留到第二天。怎么能叫蹭呢？好动作。对，我不知道，我会觉得在蹭哎，我会觉得就是有意。你要是500，我绝对不会给你留到第二天。你就没有办法，我当天我就回。跟上别人的步伐，没有办法去融入别人的生活。我之前说过嘛，就是你再好的朋友，就是你们经济之间有了差距，出去的消费水准也不是没有在一个档次，你们所出入的地方也不是你。但是我昨天公演收到了500鸡腿，你可能会是公演上刷的还是可以去强撑那么一两次，但是你不能每次都强撑。但公演账户提不出来，渐行渐远。公演账户到20000才能提，就是重演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你是属于一个活的成员，我没有吉祥乐好吧？跟活的成员去玩呀，就是那个、提到500，我不，你根本就不是在一个阶层了。我只是上周太忙了，没回过来。阶级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富二代的朋友，你等我，你就强撑着去跟别人去。你等我过几天把这些清完，我就开始清了。事情很多，少看不起我。你觉得就是很贵很贵的东西，但是别人会觉得那其实可能就一两块，对你来说可能是现在几千，可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两块。我现在没有七千乐，我没有七千乐，我把七千乐都回。你们之间我把快七千乐都回。没有人会为你的就是东西就是一直就是去买单。我这两天真的沾床就睡，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那么好睡。可能没有我说的那么夸张，但事实就是这个样子。谁管我投诉？我倒是看到了，但是我没敢投，你知道吗？你拉着他便宜。我当时点进去犹豫了很久。我怕我投会不会有点多余。然后犹豫了很久，然后他那个后来就没有投。拿出来吹，我也很讨厌这一点。对，我谢了。我很讨厌就是。你怎么知道微博私信谢他？攀比，我的偶像，说话多，我的偶像就是营业多。我觉得你在攀比什么呢？一个偶像，
到底拿什么就是去。那你怎么知道我谢谢他？不是成绩吗？不是为公司带来的效益吗？拿什么在？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不理解。我不理解，就是你去跟别的粉丝吹说，哎呀，我的偶像一天营业24小时，那别人直接一句话，那我偶像价位比你高呀。嗯，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些呀、啊。我、嗯、对我们来说，我营业多比别人多，你觉得有用吗？我觉得对，只能就是营业多只能说明你真的很差才会这样。你凭什么有？主要是我俩只是微博聊过天。我觉得你为什么把这个小翅膀丢到一边？你看不起他，带给了你一些就是心理上、你说的灵魂上或什么，就是去骄傲。你一夜我真的，我想着到时候等见面了再加。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必要就是拿我的一夜去吹。我觉得没有。我想着等到时候我见到人了我再去加微信。我觉得一夜是个人的。我觉得在微博上要微信有点怪怪的，我要见到，我要见到真人我再加。我是不参加总选和 B 五零吗？哎，我觉得你已经无可救药了。你的架子呢？架什么架？手机真的？直播间？我拿一下，真的白色的。哪儿啊？桌子上呀。刚刚总能遇到的、哎、有呢。叔叔你那边有我的架子吗？白色的。你说什么在这儿对吧？你这个架子不行，你这个架子必须得后面就是压。我这个架子不知道被谁抠坏的了。什么？我刚刚弄了半天，我说这个不行呀、啊。夹上了。他下公演他就来找我夹。我上次一看我这个架子坏了。被拿到录音室去了，不知道谁把底座给我抠坏了。夹上。我能加上你不能。挺多的呀，我刚才多。对，3月、2月底就去了。是因为这两天太忙了，我一般没翻牌。这两天都要开始录音了。之前都没有人找我的，我之前糊的。咋了？我没人找我。谁的？翻牌也没有人找我，我的线下也没有人找我。你直播挣不了钱，翻牌也能挣点钱。很喜欢翻牌，我快有。毕竟还是两个人。这是实在的。毕竟还是两个人。哎，我喜欢翻牌的。我为什么就是喜欢翻牌，不喜欢直播？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直播，你可能直播24个小时你都没有收入，但是你翻牌的话，一条就是5块，一条就是5块，一条就是5块，是不是？挂黑的时候别截图了，去管你。你也喜欢翻牌？躺着把钱挣了，那也不是，那还动动手呢。好酸呀！这是放醋吗？他那个醋洒了，好像。是吗？这里好酸、啊。一股酸味儿。也不是什么理由吧，我就是说出来让你开心的。你手机还有多少电？我可以给我充一会儿。我再充6个电池。这屁的歌啊！我会唱呀。你人真好。来，我们来唱一下。但是都不拿下来了。你人真好，我是充电器。我在喝。滚。他昨天4点，我昨天都没有炸豆腐，因为我昨天吃火锅了。昨天4点，他说他想吃豆腐，我说那去炸豆腐。他说但是你又不想吃，算了不吃了。我说我开锅就炸了，你到底吃不吃？他说你不想吃就算了，不吃了。然后过一会儿他说他还是想吃豆腐，我说那我走上去炸豆腐。他说算了，忍忍吧。我真的，然后更贱的是，你知道吗？他吃完走了，然后把东西收拾完以后，我都收拾完，我把所有东西都收好了。郭海英，我想吃豆腐。现在，我那一秒钟，我特别想，特别想砍人。我觉得我做了那么多。逆光最适合我现在。就是我在那吃半天，他一声不吭。我把所有东西，我把线拔了，然后我把锅盖上了，我把豆腐冰上了，然后我再把东西给收拾，把辣椒收拾了。无所谓。收拾完以后，他说他要吃。周荣说无所谓，反正我会在凌晨的3、4点炸好几锅豆腐。那你今天晚上还可以再给我炸一锅豆腐吗？你最好是3点的时候准时过来找我。真的吗？那你3点会准时开始炸吗？也许。有人来找我才会炸。好，那我3点准时去找你。我然后之后我拍一个说在凌晨3点我会准时的来吃朱红蓉的炸豆腐。你最好真的来吃了。怎么
怎么又来？我就说了随机掉落，因为我这个人没有饭打赌不会想吃饭。哦、我要开卷，我要进行内卷。对，我真的也不是不会想吃饭吧，就没那么想吃。我真的去年被他们卷到了，炸豆腐的直播时长100多个小时，我真被卷到了。谁100多个小时？我说郭海莹去年700多个小时，我被卷到了。你可以跟我卷发言。发什么？我们话多，我们做话痨偶像。你知道吗？我前几天说话说的多了几天，他们说今天好甜呀。不是，他们说话多好不习惯，好习惯。我要话少，我自己我都会不习惯。戴眼镜吗，少爷？少爷不想戴眼镜。就是你不让我在口袋里面叭叭的话，我少爷不想戴眼镜，少爷的眼镜我就会难受。你也不至于这么拼命保护。我要当精神偶像，我要当炸洋芋麻烦，我会炸，但是麻烦。云南人就会炸洋芋。我开卷，我会炸，但我不，我就要内卷，我就要内卷，嫌麻烦。我们土豆还得刮土豆一大。不是，我现在每次就是装，我说化了豆腐。你显然是要卷一卷，真好吃。我觉得关了。晚上好。我觉得关了好看一点，可惜。不是啊、重点你们吃，你吃的是同款吧？少爷晚上炸串，我刚蹭了四一串那个烤肉串。也不给我发翻盘，晚上好。少爷刚刚把猪眼拍完，我要求粉丝给我发翻盘，这才会给我发翻盘的。那叫什么？我现在已经没那么爱薯条了。拍完了之后啥也没，算还是很爱。从来没有要求过。是刚才对身体没关系，我还有把这周熬完了，我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行了吗？自己不尴尬什么？谁啊？谁说我？谁说什么？谁说不尴尬？可能也是年前吧，不太放心。刚送的。然后之后我吃完了，我疯狂选。我们新过眼那个薯条是好吃的，但是那个华莱士薯条不好吃。开卷。范丞丞真是爆火。我吃完了呀。哦，再等几年。这里面谁呀、啊？二哦。怎么你嫌我们烦？哦，这两天心情真的是爆了。我刚去吃了小孩。因为没妈妈同意看新姑娘。因为我刚吃了个小孩，给你看看。看到男孩女孩了吗？我们一起叫什么？我们一起打拼事业，你们打拼你们的事业，然后我打拼我的事业。炸豆腐。你看，你不关注我的。那个房间，我的房间几天前刚发过那个豆腐的链接，你现在去搜图片你都能搜到，在拼多多。今天一边排着暴躁，一边排一边暴躁，然后因为我爸不会动作，然后就异常的暴躁。香不香？好香啊，香不香？很香，我从负一上来的时候闻到了。好香啊！屁嘞！我跟你说，我手会甜，我都会吃那个香香的糖。我尊重大家。哦，那天无能狂怒，发两个图，怕今天的糖水。对，我发了两个图，我发了一个豆腐的，一个年糕的。但是我又为什么不敢用？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解决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情，但是我就觉得很烦。我去吃了个小孩。但是我就很烦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烦躁。别烦。我今天拍了五套。你知道我们三个流水线把面上的那个卡拍满了两张，好嘛？你们一个人拍了几套？我和蓝姐人拍了五套，我自己拍了三套。你们拍，你都拍点啥？你可以给我看一眼吗？发了吗？还没给我，都、哦、给我了。晚上你半夜三点来看。如果他发了的话、啊，半夜三点来宿舍吃豆腐，看照片，看照片。中间还要加爱心。对，半夜三点中间。没关系，过一阵子好。不，我这就不是我吃甜没有拍双人解决的，因为我跟你说，我真的拍甜面，我拍的欢快，我在那个床上，我哐哐哐哐拍完了。我也并没有就是能。然后拍第一张，我想拍点别的那种感觉，拍不出来。就是让我的心情。拍好久，不行，最后还是拍的甜美。老公不在家。你独自上火。一个人偷吃。补了分。啊不，40.6度，一个人偷吃补了分。来点辣面。我知道你们喜欢哪种，哎，那种你们最喜欢我看的圣诞那一套。不，你们那个叫什么 Y2K 还是什么来着？嗯，千玺，么什么千玺辣妹？辣妹，他们喜欢看那个。跟你说一声。那我给我的 pad 充电，我的 pad 也没电了。
我对，我是北巴豆腐西施。谢谢。马丁的一朵花花。不知道，我忘了封面是啥。千禧辣妹。因为我之前发写真的时候，没什么人，就他们只是在微博夸夸。哎呀，他们只在微博上夸夸。那个圣诞，那个圣诞节那套，好多人来我面前说好看。哎呀。他说我独自烧火108.8度，一个人偷炸油，一个人偷炸豆腐。我截屏这句话。真的，幸亏我的 pad 有壳。我还有一套更那什么的，我不想发。我现在 pad 上一股醋味，没发。闻，一股醋味，你可以用这个 pad 炸醋豆腐。醋豆腐，人曼林，谢谢人曼林的夜蝶，你这个 ID 就人曼林，谢谢人曼林的大部分儿子，让我看一看，让我点进去看一看，我好奇了，不能是我们，他头像是一个 wink 的麦芽，不能是我们那个麦芽前辈自己，然后他的背景。不会是的，它的背景是山山前面。让我来看一眼，我想看一下这个 ID。等一下，让我看看有没有翻牌群。啊、哦，我知道，我知道他，知道他，他给我发过一条翻牌。为什么大家好安静、啊？大家好安静，我以为我们愿意话讲，但是我想点点外卖，但是不点。谢谢莫子晴的荧光。他，那他始终是这个人啊。就像我，但是我再怎么不好看，你们也能认出来。我 P 的再过，你们好像我也认不出来。这样，你看我 P 的再过那个深血，那个深血 P 那么过，你们不也认得出来？他们每天就开玩笑，怎么叫我少爷？每天都总开玩笑。对，我打哈欠，你们也认得出来。综艺很短吗？其实很对，他就是那种自制小综艺，就是那种快出那种做游戏，然后四个人一起做游戏的。他拿在我面前让我签的时候，我当时今天时间开到下午一点，在这里整理东西。我研究了半天，我说这是我。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变成少爷了，他们之前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叫我少爷。化成灰你们都认识是吧？他们每天就比如海沙要叫我少爷。为什么？少爷一直少爷的仆人。那么你也要当少爷的仆人？我不当。是叫你海沙。少爷现在已经有两个仆人了。得得得得！少爷，可是要把你的猫带回去过年了。墩墩这几天可乖了。记得一天给我转10块钱。降价了，他之前要20块钱。现在20，现在10块。墩墩这几天会早点睡觉。看来你每天给我炸豆腐。用豆腐贿赂。跨年别人告诉你才知道。你都认不全？我觉得海沙大，我很想要海沙大家的照片。少爷希望少爷能赶紧变成富一代。就是什么，就是靠自己，少爷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变成富一代。墩墩会来找你贴。少爷缺喂猫的人吗？我可以天天喂青天。可是青天，我刚才上去了一次，拿我的 pad 充电器，青天又拉粑粑了，真的很。你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抱墩墩，睡醒了抱青天。可是青天有的时候也会来给你贴睡，还来打一架吧。不，他俩可以睡两个角落。有没有可能那是我的猫啊？我说周荣说为什么天天不来跟我天天睡，我说没有可能是我的猫啊。那为什么、哎、怎么他从二楼就是跑到三楼，为什么墩墩会是跑会是找别人贴贴，天天有的时候也会啊，但只不过我睡醒了，我一撩开那个帘子就会来。插肩每天，而且插肩每天就是最软的时候，就是那个刚睡醒，然后没有，我想要别人的哼哼唧唧的那种，然后之后就是那种，然后来会找你要吃的。少爷缺狗吗？少爷我刚上去人那少爷已经有墩墩又玩水，玩的那个水都没有了，我每天加一次水。他说今天痛是哪发电，我也跟着痛时板发电。那叫什么，痛苦不会消失，痛苦只会转移在别人的身上。谁痛苦啊？我的那个一个粉丝，他说他今天痛失了两个发电，然后我跟着痛失半个发电，我说痛苦不会消失，痛苦就会转移。没关系，你知道我也在无能狂怒，我们大家一起无能狂怒。少爷缺女仆吗？少爷不缺女仆，为了你我变成女仆吗呀？我们是对，我们是群带关系。那你不什么时候发？
我都没修呢，都没发给姐姐修呢。我也没修，我三套一套图没有修。然后之后我在想，正好如果我们去拍那个什么的话，吵架是吧？在我这儿，如果我们去拍那个滑雪的时候，我们可以拍一个白天的雪景，再拍一个夜景。对，我觉得是来得及的。来得及。哦，我的图吗？还有好，对，还有好多套。但是我想女播，就是不太想发，我要等到留到就是再留一留再发，我要留很久。没吃到。我想拍什么呢？我想拍夜景，我想拍夜景很久了。我至今没有吃到那个饼。真的很想拍那个夜景，就去南山滑雪，精彩不要、啊、南山滑雪，南山是哪呀？啊，哪里？我怕冷。你怕什么？我怕冷。他问我啥时候去南山滑雪、哦。我听了，我看了。我说你看了什么？阿拉里帕。阿拉里帕。好大股醋啊！真的，因为醋洒了。你唱了，我脑袋全是小云朵。那么近吗？我就记得有个滑雪场，重新退了，我不知道去哪个滑雪场拍的，到时候看看。这首歌真的很洗脑，这首歌真的很洗脑。到时候看看，反正我要去个滑雪场拍照。我给你看有的直拍。哎，你们就是发直拍，你们能不能就是问问郭晓莹他的那个饭头，他的直拍到底怎么弄的？我在他的包里面好好看。他的直拍怎么调的？我觉得 Vision Lab 光很丑，但是我看了郭晓莹的直拍，他的直拍很漂亮。他那个直拍很好看，加个滤镜。啊！突然想起来，我的直拍还没。我的直拍来给大家看一下。哇！你们没有看到我的那个《星梦女孩》吗？是那首歌叫《没有亮灯之前》，超好看。那灯一亮下来，我老了10岁。你看他们在里面打了好多小云朵，因为他裙子太短了。哦，确实有点短。你看你一会儿看他们的打码，他们这个码打了一个小时，你一会儿看。你一会儿看那个小云朵。真的很短，你看，呵呵，这小云朵一直出现，这个小云朵一直出现，一直在那个，一直就是伴随着这一首歌。他说不，你要是穿那个黑色打底的话，你穿的浅色衣服，黑色打底会更显眼。不是，出现很久，真的。我昨天在他的那个包里面看到我自己，我天哪，超级好看。但是我在打开自己的包。少爷好，少爷来直播了，少爷来开始内卷了。那光真太丑了，在山里哦。你们去看我的那个，那个助演的那个风，就在前几秒钟，那个、前几秒钟，一开头没有打光的时候特别好看。我说哎呀太好看了，我那光打上的那一秒钟，我心都凉了，我一下子那个脸眼睛都变小了，然后脸上这儿。少爷对《星梦女孩》就是那，就是那个风，你们去看，就是一开头不打光的时候特别好看。一打上光，当时那一秒，我当时，少爷做女人，做女人精彩不停。那我叫什么？那我那光一打上，我当时少爷做女人当小姐。太丑了！怎么？对，但是我可以买，我买了之后，但是我可以不穿，有没有种可能？有没有种可能我可以买，但是我不穿？那你觉得你这个包色调怪怪的？我觉得还好吧，有点暗，嗯，但是还好。这个色调不，但是我觉得太亮了会显得很那个什么，会我那个很太亮了之后，我觉得。更奇怪，是哪种？少爷美系版，行，少爷给粉丝们讲个睡前故事。等着我一会儿下播的时候，我给你们讲一个睡前故事。他这衣服好像是最美之人那个。哪个？不是，不是，他那个他那件衣服。我知道不是，但是长得好像。哦，确实。是吧？确实。粉片子得调色，我学会了。我觉得少爷永远接受不了的衣服就是吊带裙。就是、对，脸上那个阴影真的，那个光打的，我真的是，就
就是这种，然后特别细短的，然后特别紧身穿在身上的，这是少爷永远都接受不了的衣服。少爷可以接受小裙子，但是少爷不能接受吊带。你知道我彩排的时候那个拉衣服拉特别顺畅。拉力胖，因为我在看，因为我在看我的那个。当时让我们检查一下拉力有没有问题。我试了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直拍。结果演的时候，我当时。建议晚上不要。我当时在梦中都跳这首歌。我就完蛋了。可以买两套来干可以吗？不，我真的很讨厌那个。我已经在思考要不要明天早上要不要去上新人课这件事儿。我也在思考，但是我觉得我不一定能起得来。我真起不来。我也真起不来。我在想，他们好像只学半首的话，就下一场课我还能去学。因为我打算了，我说我自己扒。我也打算，我们找个时间，我俩自己扒扒。我已经，实在是。我如果扒不明白的话，我说，我求求你。有人发这首歌没有吧？我不是一首。叫什么？就是你只要，就是看恳求人。我看了他的那个最美真的那个。你只要恳求人的话，你只要恳求人的话，你就所有。就是我在那里面特别好看。小乌穿这个，小乌可以穿，但是奥不穿哦。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了新人，对啊，他们新人要上课啊。他们新人要学新工、啊、哪个新人不上课啊？我们当时每天早上起来，每天大早上开始上上两个小时基础课，基础课下课十分钟，紧接着就开始上舞蹈课、哦。舞蹈课完了回去吃个饭，然后半个小时没有睡个觉、哦，然后又接着下午又开始上课。啊、那哪个新人不是这么过来的？啊 ，Yuki 喵，我喜欢 Yuki 喵。啊 ，Yuki 喵是一头。我喜欢 Suki 喵 ，Suki 喵，我觉得 Suki 是那个主演真的。我觉得 Suki 喵就是那个谢那个叫 Two 的蹦迪。Suki 喵，他饭头是本，我觉得 Suki 喵是他饭头是一大堆人，但是我感觉本丝管的多一点。我真的很喜欢的，我不喜欢林建层，但是我喜欢 Suki 喵。你们严格，我们训练严格，我们跳的好吗？你真的，我们陶水老师，你真的觉得我们跳的好吗？我们天天在这里挨我们舞蹈老师的骂，天天骂我们舞蹈老师，天天骂我，骂李骚，注意细节。我每天，我每天听到我的名字后面，就是一定会记住。李骚，注意细节。对，平起平坐，你是小学生。你们跳得起。小学生还是小学生就小学生该睡觉了。舞蹈老师会抠我们的。小学生这个点不应该看直播。但是其他的什么 solo 啊，我们舞蹈老师不太抠，但是他抠十六人曲。你们开麦也能听，我们开麦也能听。嗯。我想看一下这周公演的时候。我还没看呢。搜一下 DJ， 燃烧危险红心掠过了这个世界，这个吗？啊，挺喜欢你。给你找找，这个。嗯，对对对。朱红荣的皇家文章最好听少年，燃烧，危险红心掠过了这个世界，燃烧，我会让你，我就说我破音了嘛，我就说我破音了嘛，对你的爱胜过了一切，燃烧，我有一天会超越。我是现场播音了呀，我是现场播音了呀，但是我确实不太明白他们这个麦到底怎么开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下一开了，但是我没有，我唱一节不唱一节，但是其实说实话，因为燃烧的那个，因为我断气，燃烧的我破音，燃烧的那个燃烧的主歌其实我没有背过，然后一开始就是我不是被唱的，我是破音了，我们彩排完了之后那个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们燃烧要不要开麦啊，然后他们说好啊，然后结果我主歌没有背过，我只背过了副歌。燃烧危险红心掠过了这个世界。哎，真的，他确实随机开麦，就是有时候我唱没声，有时候我不唱，我不唱他又有些又有声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唱歌而已。我有时候会唱，然后唱到破音，然后我就闭麦。所以主歌没有，因为 我会唱，
我记主歌没有记住，然后我会唱，但是有时候是是就是开始破音，我就会记住一点点，闭麦，错了，我自己闭麦。但是他主歌过去了之后，后面的副歌就是下课铃声是 love song 旋律。这种感觉很有句分词歌词，小妹开始燃烧，像是过旋律围绕，擦掉唇膏和绅士般的礼貌。我还在看聊的吗？擦掉唇膏和绅士般，我想看一眼。擦掉唇膏和绅士般的礼貌。能看 focus 吗？对，这个。你粉丝怎么喜欢搞这些？这开头你不懂吗？片头曲。好不好说？粉丝，夫什么呀？我说你最喜欢剩下好声音，因为我不知道剩下好声音怎么唱，忘了。剩下好声音当我还会跳呢，我妈要跳过。忘了。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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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已经忘了。芒果感觉你们没有开麦。不，但是一般我的分词我都会唱的。但是就是不是我的分词，我肯定不能随便唱。会被骂的。我的分词我肯定会唱，但是不是我的分词，我肯定不能随便唱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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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对，他随机开麦，他有时候就是真的随机开麦，而且就是那个控台到现在为止，他可能都搞不清我们的顺位，他真的就是很随机。我再看一遍燃烧黄家文章，对，他闭眼开，他随便开还能跳两次过年表演。在场里四号声音巨大，应该不太行。他就是那个幸运小朋友，被开麦了的幸运小朋友。还能跳两次呢，对，我的芒果女孩还能跳两次呢。芒果女孩最后跳，我觉得最洗脑的是首歌，因为我们还有两场就千秋乐了。我们千秋乐不是有两场吗？哇，千秋乐只有一场。真的吗？是吧？千秋乐只有一场。我真的好喜欢。无所谓，我会跳新公演。对，无所谓，我会跳新公演。可是哦，我真的很喜欢新公演的一个女的。还得给挂了背。哦，这是我当时、哦、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哦哦，不是，我本来那场还，我本来我在思考要不要买个架子，后来想一想，没必要，没必要，我那个开那个大屏更好看一点，切近，他就是随机，他脑子里面还是以前的站位，你知道吗？他以前他觉得谁高，他就是谁高，他喜欢谁就切谁。过年，控台到现在他都是乱搞的，会被叫上去表演节目。过年一样子的，我们家里会让我下周，如果要是表演的话，肯定是我的。不要是 BJ。从首演到现在线下演19场，二岁的人去上台表演节目。我的弟弟妹妹对拼盘，我的弟弟还在上小学。我最喜欢的反正就是比斯韦莱。给我换一下袜子，什么袜子呀？我的 BJ 还行吧，我觉得下一套公演，我觉得跟袜子 BJ 也差不了太多。还有袜子，那弟弟妹妹跟着我跳芒果女孩。那弟弟进第一，我弟弟学习成绩很好的，我跟你讲，我弟弟学习成绩超级好。我给你们带我弟弟袜子，我弟弟是一看就那也太尴尬了。控台他不听，就是、你那你看前面有很多人闹过了，他不听，那没办法，没办法，你跟他争这个没有用，没有用。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家里我成绩不好，我的哥哥什么都别说。就是、我跟他说，我全程都只要赛任的那个灯光一样的那个白蓝白蓝的光，结果他还是给我搞这种光，愁死了。清北的硕士，然后之后我一开始我就跟他说，我彩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然后之后我要赛任的那个光。小学的，就是小学班里的那种，就是前几，只有我住宿控台打工。没有，没事，他们过两年结婚了，没有办法，你单到最后。就是他们上次跳，不是我说我的哥哥在清北读硕士，读研究生，我的妹妹在读重点高中，然后我的弟弟是小学班里的前几，我在斯巴打工，那么挺好的。我在斯巴打工。对，他们上次跳那赛任的光特别好看，
我想，我说我全程要只要赛任的那个光。对，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只不过我们美好未来的方向不一样。少爷打工记，少爷打工记，少爷竟然在斯巴打工。少爷在斯巴打工，怎么说呢？就是少爷在斯巴打工，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片美，就是属于自己的。他真的有自己的想法。谁，我吗？控台。哦，我以为你说我。我跟他说我要那个赛任的光，他给我打红白红白的光。李四，李四，李四要注意。不，我习惯性出手，你知道吗？我看回放，所有人都把手放下，他一个人。然后昨天晚上我们还说到这个了。无所谓，我会出手。然后昨天我们还说到这个了，然后我给了朱坤瑞一个赦免权，我说没关系，你可以在我的生日公演里放炮一次。他说你贼眉鼠眼的看了一眼，说你贼眉鼠眼。那个那个蓝头发眉调整的挺好，还可以。晚安你啊，晚安。无所谓，我会出手。你刚说完我会出手。晚安你啊少爷。什么我的衣服没脱掉。那个衣服我真的我服了，但是少爷现在根本挣不够三千亿。你别说三千亿人民币了，少爷三千亿鸡腿都没有。啊？什么说少爷？你说别说少爷三千亿鸡腿了，少爷现在三千亿人民币，你说三千亿，现在少爷别三千亿了，三千鸡腿都没有。少爷的三千鸡腿哪有磁铁？晚上好，晚上好，少爷慢慢整。少爷，我说少爷一辈子，少爷一辈子也挣不了，少爷一辈子也挣不出来。我是磁铁。少爷应该一辈子也挣不出来这三千万。先上天界。没有，我替他们回答，没有。少爷加油，不许漏油。少爷已经漏油了。好远的天上。少爷现在已经瘪了。少爷，他说少爷加油，不许漏油。我说少爷已经漏油漏瘪了。少爷好多驻颜。少爷每天在驻颜。少爷每天真的，少爷真的要瘪了，已经。少爷累瘪了，少爷已经漏油漏瘪了。真的少爷别了，我们明天还要录 Unity 的音、哦，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的 Unity。我们的 Unity 是一个唱歌节目。你为什么不跟我跳 Unity？ 我不想跟你跳，你的适合我吗？你自己看一眼。无所谓，我会出手是吧？骚。无所谓，我会出手是吧？站桩倒应该也不是站桩，肯定会有一些动作的。太甜了，太甜，谁跟他甜？我跟他不吵，怎么办？叛逆。我今天不跟朱红吵了饭。谁跟你吵？我跟哥哥吵，哥哥。因为我喝了芒果汁。芒果带节奏。你唱芒果是要被骂的，我跟你说。你唱芒果，八号被花好甜到。我已经连续做了两天的芒果带节奏的考试。那个什么了，我下周当瓜，已经连续了两天。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王子的。我想王子的心就快要忍不住要被我甜蜜的俘虏，他还特意换上一身最帅气的礼服。我就跳啥？我就跳 B B B。怎么？对，我这周要当帅气。但我本来给他们买了这个，我天天背着这个直播呢。你看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打开。当瓜没意思？怎么？你不期待这个？你不期待，不期待我。你知道这个玩意儿，它是。你可不可以上去那个，在那个楼梯间那儿拿一个？你在吗？等一下，你可以上去。它为什么可以亮啊？我为什么按了半天没亮？因为那个东西没有拔。
你可以上去楼梯间拿一个这个毯子吗？我们三一人一个。你把这个肩带背哦，这个肩带就是在我的音乐里，我唱吐了。没关系，你刚刚那个我们的明天要录的有你的。洗不掉，我觉得很纳闷。怎么当瓜怎么没有意思？当瓜最有意思。当瓜最有意思。好音乐不分年代感。我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我特别纳闷那个二手玫瑰为什么不放呢？那我能不能先把这首歌放完？我先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蝴蝶人。我要放一首歌送给我自己，真的。我看一个小说说那个，崂山什么作者人谁听二手玫瑰，老师老师，我就说他是一个。只是昨日沉醉，淡淡苦涩才是千千。你不是傻瓜。你我们不白骑马，我不知道谁跟我跳啊，我都不是主动去换的，我现在就坐在那，我就拿着我的燃烧，然后就会有人来找我换。受伤的痛让我难以入睡，就是我就拿着我的条形码坐在那里，我就等人家来找我换。你们 BJ 怎么全在直播？对啊，我都没有主动去换过任何 unit。 我刚才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播，我的燃烧，我就是捏着我的燃烧，就有人跟我换了。刚强女人唱铿锵玫瑰，所以人家来问我换不换，我就说换呀。唐诗老师下周可以看到当瓜了，懂了，卷你，他们都在卷我，我真的有被卷到。我要做玫瑰女人。我要是好累啊，跳一首，我觉得我半条命都没。不听了，那我换。二手玫瑰是乐队，红霞珍珠这周都没有，这周天都没有，都删了。哎呀，红霞珍珠变数有点大。谢谢小屋的一朵花花。等等，我没有主动去换过尤尼塔。谢谢诺玉米老师的一朵花花。怎么，大家送花让我当那个什么？但是你当花的舞台确实不错。我们唐诗老师没有看过之前的云公演。这周应该有吧，这周我不知道没有，这周应该有吧。上周是删了。我点的芒果把我牙都喝红。怎么了？我们唐诗老师让我当瓜。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它有三种灯。建议唐诗来线下看花哦。只要在北京就是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一直当那什么的，他们总喜欢一些叫什么 B 不啊，真真不是早就神龙了吗？就不会是二手玫瑰的歌吧？我就自从知道我没有办法神龙以后，你知道吧，我就已经放弃了，开摆是吧。我也是反正也不能神龙了，就是、我现在就捏着我的燃烧，谁来跟我换我就换，不换我就跳燃烧。凭什么？那你当时凭什么不给我换？因为我不想跳龙套人，我有点讨厌你。我跳完半条命都没了，你知道吗？讨厌你，你知道吗？刚才我因为我之前跟郭小莹换过 unit， 他说他不想跳荣耀日，然后之后，但是他又非常的喜欢我星光眼的 unit， 我就说他跟我说市场之后能不能给我换，我说我不给你换，我这叫什么？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我不跟他换，最好不要，我不跟他换，我苍天好轮回，天道饶。天，那叫什么？苍天好轮回。别人不对，那叫什么来着？什么好什么什么来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我现在已经就是神志不清醒了。插加速器，不清醒，但是对插加速器，我是注定跳不到的。星光眼是燃烧瓜还是？他星盘六跳过呀，他跳的是那版的。星光眼的 unit， 星光眼的 unit， 我觉得不能用瓜花来定义，因为星光眼的 unit， 他只能说告诉你。跳着噔噔噔噔噔，那个那算呀，那不都是一首歌？这只是能告诉你们年会那年后了，它是一个唱歌的 unit。 本来昨天不是能，他其实也就说说，那怎么可能真的让我跳吗？星光眼都说不，因为星光眼的就是星光眼的，其实星光眼的风格其实跟这套公演很像。你这个 ID 晚上好，你也晚上没跳过能穿不能，因为不想，不是因为不想，因为这首歌会很奇怪。
主要是我是跳太多了，我跳的跳麻了，你知道吗？我最近跳太多荣耀人，我每天在跳荣耀人，所以后来燃烧挺好的。我从出道我就跳荣耀人。确实。我一开始真的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分了两批新生，一批学荣耀日，一批学鱼缸。你要放现在的我学荣耀日，我一晚上我也能学会，但是问题就是我不是现在的我，我得做一个零基础的人，我真的学不会。确实，我之前一天晚上连下课铃声都学不上，但是我一天晚上现在竟然能学三首歌，我真的就是惊讶于我自己的变化。而且你这三首歌还甚至是学的会啊，还甚至是带着一些叫什么，还甚至是带着走位的去记。你之前让我学说，对，之前你要是一直学鱼缸好几能的，一边学动作，然后一边记走位，你让我之前一天学三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要是放在现在，就是你没有办法也要学。有话沉淀。荣耀日，它不是难，它是多，它是烦。谢谢残烟的一朵花花。燃烧简单死了。卷王真的，我觉得卷王真的。你自己骂的。已经卷了一周了。鱼缸简单呀。我手机的收音不认主人。那你问他呀，跟我什么关系？因为他需要时刻关注他的身心变化，哪怕只是剪短了一厘米的头发。唱歌有特点。鱼缸简单，鱼缸三段副歌，它除了单双手的区别，然后有一两个动作不一样的区别，没有多的。一个 gay 的发色，甚至发根。而且鱼缸。没有，我觉得我们发色不一样，它是发青色。你的名字的样子，孤独的默念你的名字，这一刻离开的很真实。不是，三声道，挺好的。拍出来的合照修完就是一样，有种姐妹花的感觉。对啊，我跟哥哥，我们两个永远姐妹花，永远不分家。而且鱼缸挺好记的，他除了有时候就是手可能单双手记错以外，别的还好。所以当时他们学鱼缸那一批一号人很快就能上了，我们学荣耀人似乎学不明白。我准备了，没钱。我上个月虽然拿满了20万，可是我还了5000块钱。然后今天拍照拍了5套，5套卖价收多少钱？不知道呢。哦，还没那什么呢。但我估计至少，我觉得应该1500左右。至少也要1500。1500差不多。嗯。哪来的3万多？三个人动作差别也不行。主要是。然后23号位还好，1号位就不一样。23号位基本我三号位我二号位我就跳了一两场吧，反正二号位那天他们给我换临时换的，然后我反正我就换了个方向，基本就是没有什么别的。谢谢残影的。主要是累。我之前觉得跳荣耀日没有那么累，但是我上次跳完荣耀日下来，我气喘吁吁，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上次跳完我整个人都不行了。三号位手啊，我最后三号位。我上周跳荣耀日，最熟的我上周跳荣耀日是荣耀日，基本上就是很少一点，就叫什么一点不知道错的，反正特别累。我上次是很自信的跳完了，我脑子里知道怎么跳，但是我的脚没抬起来。我忘记了，我忘记了，我跳完了之后我会跳，但是我脑子里面是有，但是脚没抬起来，还有一个夹子，救命！他就是一直在蹦，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去上海的学员都是限定的，临时定的。
谈得妥就有，谈不妥就没有，我觉得是。但是主要是其实它不难，只是对于当时的我比较难，就是弹窗，当时弹窗回不来，然后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七天，我们就去上，他们说去上海巡演，就把我们定去上海巡演了。放假为什么不过？疲惫，真的很疲惫。外面卸妆的，我真的很讨厌卸妆。我化妆的时候很讨厌化妆，卸妆的时候很讨厌卸妆。我不讨厌化妆，但我讨厌卸妆。我觉得真的很烦。谢谢，请过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对，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干，我就特别想休息。对，第二场没办成。我现在就特别想休息一整天，就是这一整天什么也不用干。那你的疫情是？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过得好快。你是不完美的。我觉得自从就是这个一月份过完了之后，我觉得就已经过得越来越快，过得越来越快，过得越来越快。说明你是幸运的。我觉得啥也没干呢，都是十号了，要回家了。我还没跟我妈说呢，我说我要把猫带。你们很幸运。但是我还没跟我妈妈说，我说让猫狗找一个车把猫带回去。我隔离，我都隔离了三次。哈哈，是不是？没有，对呀、啊，我们都很实诚的，大家都很实诚。像我想实名直播，你们也实名看直播。哈哈，我已经做了好多公演，但确实是，哎呦，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呢。怪我喽。就是你突然一下又加了好多，集中隔离一次，然后居家隔离一次，然后我自己单独被丢出去隔离一次。跳八场，谢谢 GNS 的一朵花花。我们以后真的每周都要跳两场吗？没有，有圣诞才跳两场。哦，那还好。我说，如果要是真的每周跳两场的话，那我们可以跳一个月可以跳八场。下半年也是。对，就是今年上半年也是，因为大家都要办圣诞。因为我不知道是。他们是怎么就是加的啊？我觉得集中还好。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就太忙了。我当时接到就是要多隔离三天的消息以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我其实最早看到那个消息的，看到以后哦，继续追剧。多拿点工资，对我愿意多跳一下。上海那十天，对。那十天集中还好，对于我来说，嗯、谁说可以穿？然后之后，他们非得说周五要看，说我们北霸的领导要看一下我们新公演排的怎么样。我们本来是不能点外卖，后来我们个个努力了一下才可以点的外卖。嗯，我真的很崩溃。还有什么送过去？那千万没有被抓到，我跟你说。跳的不熟。然后之后他就告诉我说我们痛苦的话也传了哦，那回是居家，然后把我丢，把我们三个丢到一个宿舍里。我现在真的浑身很暴。对啊，那也是丢门口，不能说是送过去，就是、只能丢在门口。我觉得我像一个漏油的那种桶，一点就爆了。我觉得现在一点任何的一点小事都能让我瞬间炸毛。今晚不给你炸肉。炸了。我真的，救命啊！真送过去了、嗯、谁啊、嗯、因为如果真能送的话我什么都没有干好不爽我一会儿打算下了播先去卸妆先回去我唱了呀就算钱我要先闭上双眼画面都是你总有一天回去躺一会儿休息休息，然后再去卸妆。那我不知道。我每天在房间里待的挺开心的。我真的漏油了。我只有前几天。真的辛苦了。不能点外卖，非常暴躁。但是我又觉得这几天连着转。可以点外卖以后，我就。但是我觉得。挺开心的，还不如上班，好开心啊！什么时候再把我隔离一次？但是我又不想休息，但是我烦。你把放哪了？我放在
完了之后我也不想睡觉。全程不理我们，我们是当时哥哥给我们努力了一下，他是跟他们沟通了很久，然后就可以点了。没工资，没几天去不知道的。那你整个十天的话，其实问题也没有很大呀。太久了，我的翻牌到四号，刚刚回到四号的翻牌，我四号的还没开始回呢。对，我记得我那会儿过得挺好。今天都已经九号了。我过得特别开心，我那几天。十号了，但是我四号的还没回完呢。我那几天过得特别开心。我到时候还得赶紧去回四号的翻牌，要赶紧回，赶紧能回完就回了。我能点外卖以后，我每天都很开心。因为一般那种即时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先回，然后我如果那什么的话，我可能会吃饭。我播到三十，我播到四十八吧，我播到四十八我就走。我现在已经疲惫，到那个。我想吃。我要喝蓝姐熬的汤。我想吃那什么，我想吃。对，我们那会儿是可以点外，我看了《苍兰诀》，我还把赘婿看完了。叫什么？有人比较崩溃。我之前还会做那个奶油，我是最开心的，我觉得我特别开心。不，但是我特别开心。但是我之前说的是也行，三十五就下吧。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每那个兰姐熬了那个排骨汤，回很快，就是那种，叫什么？好，那种一天，我直接给他连个。但是我又希望，就是我每天都可以回，我直接给他拍消息呗，两天就回。一两天就把这些都回完。黑豆腐，就是不拖很久。我真的被香了很久了，这个汤太香了。我那会儿心态特别好，主要是那段时间刚总选完，你说我拿了个奖，我能不开心吗？我每天我都很开心，我每天我都过得可开心。对，排骨汤，来讲一下。那需要我夸吗？那不用夸，那有眼睛都能看到，说来好。对，有眼睛的都说好。你不用写，我觉得我现在开直播也都不知道聊点什么。我觉得已经排，就是那个什么，好像是那个萝卜排骨汤，还加了一点蘑菇。我当时过得非常开心啊，我当时非常春风得意啊，我当时刚拿了个奖，然后隔离，然后有人给我送礼物。我工资我也不用特别愁，主要是那段时间我确实也不是很愁工资。然后每天又能点外卖，然后每天一个人，但是之前确实没有，每个人直播吃饭睡觉，我每天都可开心了，差不多了，所以基本上晚上就没有再睡吧。不是主要是发电，反正那段时间挺，我真的很快乐。我那段时间真的很开心。我实在是没有想，我想不出来有什么让我不开心的事情。臭鸡蛋的味道。啊，排骨汤的味道。啊，但是我觉得我闻到了一股臭鸡蛋的味道。你说我那段时间你要让我怎么不开心呢？进步很大。你开心。但是我觉得那可是迪士尼耶。没有那么。那么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而有人送我礼物，我就很开心。我就收到礼物，是就是哪怕他就是他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很开心的。是说每一个都能我抢到一次，对，我还抢到一次，我特别开心。我那段时间太开心了。我主要是你想一下，你代入一下，你觉得我还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我好像没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喜欢，也没有啊。你们要是写信给我，我也会很开心啊。但是我觉得这时候的话，但抢不到的时候就恨了。这时候抢得到的那就爱了呀。那什么的话，应该还没有那么干。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少来啊！我一般人家我送礼物，我都说很卡，就说话说的都已经不清醒了，就是胡言乱语。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胡言乱语，说话磕磕巴巴，每天说的胡言乱语。就是我觉得什么话，我觉得我说的话逻辑性我走了，拜拜。那我觉得我自己说话说的逻辑性没有。谢谢你王爬，拜拜。谢谢盐城飞行的猪，谢谢十三的爬。随便，但是我现在已经
不，但是我觉得我之前没有不缺少睡眠的时候也是，我就走，也是就是，就你同学，就是说话也没有。你看我现在说话就很不清晰，拜拜。我现在根本就是有的时候根本表达不出来，我去喝汤，想说什么东西。